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韩网的 Q 出现了一则题为“现在反应不一的妈妈木 MV 变更场面”的文章。原作者上传了妈妈木新专辑《I Say 妈妈木 The Best》主打曲 MV 的部分场面，这是8月28日在线上演唱会上公开的场面。但在妈妈木14日公开的预告中，这一场面发生了变化，背景后方山的颜色从绿色变成了紫红色。发现这一部分改变的粉丝们表示，把后面变成粉色枫叶的小字出来面对，是不是修改得太随便了？成员们连头顶都变粉红色了，感觉只是用笔刷涂的，太没质感了等，反应十分热烈，网友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部分网友表示 MV 的整体色感与紫红色很搭，但另外一部分网友则批判说，变更前更自然漂亮，变很突兀。部分人指出，在色彩编辑的部分留有瑕疵非常多，因为连成员们的头顶部分也看得见颜色调整，所以显得有些不自然，让不少粉丝们表达了失望之情。15日发行的 I Say 妈妈木 The Best 将收入包括新歌在内的23首歌曲，其中22首歌曲为以多种版本重新录音的历代热门歌曲。마마무였습니다감사합니다